小文呢？别啥事都问我。不是你俩咋回事啊？最近话都不说了呀？你说小文把咱们当朋友吗？小文加油！你配吗？咱配吗？你们不是来交朋友的，你们的失败就是别人的成功。我不想麻烦别人。你现在不就在麻烦我吗？在家靠兄弟，在外靠朋友。你不能啥事都自己扛着，那多累啊！你肯定得有个知心的人互相帮衬着。小文，你的责任我担得起。同学们在自习呢，你先回去吧。听到没有？人家说让你回去呢。